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阿智哈每天的零用钱呢比阿翔多五元啊。若阿智每天的零用钱是 x 的话，且阿翔每天的零用钱是30啊，那则可列出方程式为，我们知道说哈，阿智每天比阿翔多五元嘛，也就 x 哈。减30呢，等于5啦，所以可以列这样的方程式。好，答案就是这个。好，答案就是这个。